有一只可爱的猫咪在程序员家里喊光光光光，看着电脑屏幕的亮光，好奇心使它心痒痒痒。每当程序员疲劳不堪，猫咪会跳到键盘上，按下了奇怪的快捷键，程序员全都懵了圈。猫咪的皮草又好，程序员焦头烂额，快来一起欢笑，哈哈，这个故事真是太好笑，好笑。皮草肉厚，程序员焦头烂额，快来一起欢笑，这个故事真是太好笑。